电影《扎织二》由黄宗泽、张继聪、陈家洛三位猛男主演。日前黄宗泽就带埋两位兄弟在影片平台拍搞笑片，顺便宣传电影。不过讲到在内地市场的人气，黄宗泽在三个当中就是首选，所以都有些网民不知道陈家洛是哪个。有人留言问这个哪个来的，好靓仔。有不少热心的网民都留言解答，他说连诗雅的老公易源那个啊。